吧。哎，十个10块钱券行不行？别这么抠行不行？真的不行？就一点十块钱不行。差十块钱啊，回去不给你啊，回去给你100，给你1000，10000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干嘛砸我的鸟了？我跟你商量，你10块钱都不能说。对啊，我们那我城市来的，我还差你那10块钱啊？我走了，我走了给你10000，给你100万。没射到东西，李红一把怒气全部撒到了鸟笼上。听鸟怎么呢？知道啥？干嘛？知道什么？什么意思嘞？干嘛踢我的球嘞？踢着鸟怎么着？那你踢他干什么嘞？他又没得罪你。我靠！那射10块钱都不行吗？李红毅远远不知道，他踢坏鸟笼，让老板多么生气。从来没见过，我们这里是很爱惜这个鸟的，把我的鸟都搞死了，就像跟我们孩子一样的。养鸟是当地的习俗，每家每户都有养鸟的习惯。朝夕相处已经成了陪伴。